妈祖布豆腐张氏来自云林东势乡的店家，早年从货车叫卖起家，累积了当地乡民的好口碑后，经第二代转型进攻网购市场，并为了维持鸭血的最佳鲜嫩口感，秉持当天制作真空包装宅配的原则，到达消费者之手时仍新鲜度极佳，充满诚意。特别调制的汤底在辛辣中散发出如当归、党参等微香气息，而800克的包装里更有一半的固形物量，因此单单一包再加清水稀释，就足够开启双人火锅趴，这时划算实惠。以汉方食材与独家研制的麻婆香辣酱共同熬炖出的本款麻辣鸭血，标榜滋味香麻以外，更不会过于油腻，对于在吃完滑嫩美味的鸭血后还想来一口热汤暖胃的老饕而言，本款的咸度与浓稠度都相当适中，共同成就出一碗能够饮用的回甘好汤。由于本品承袭外省眷村风情，因此在麻辣呈现上重麻不重辣，新香料彼此之间缜密交织的宜，令担心味蕾过于刺激的消费者也得以安心品尝。著名的干拌面品牌近年陆续朝即食料理领域迈进，并以麻辣鸭血再次吸引消费者的瞩目。本品无论用料或调味皆不马虎，首先选用被誉为川菜灵魂的郫县豆瓣酱为基底，在三种辣椒的麻香中缠绕着辣意，并带来令人难忘的美味。接着，本品委托台湾拥有70年食品加工制造的资深厂房，采用传统工法制作滑嫩宽粉，在吸饱麻辣汤之后依旧呈现滑溜口感，相当适合作为一顿正餐，满足冬日想吃麻辣锅的胃。若读者是特别喜欢浓郁中药香的美食家，此款采用十多种汉方新香料精心慢炖而成的和秋麻辣鸭血，想必一吃就很对味。另外，如果家中有不吃牛的禁忌，也可放心选购本款。其特别强调未含牛油成分，即使如此依旧香气十足，并可稀释作为汤底使用。加上厂商亦有提供腐臭豆腐、刀削面等多款组合，选择相当多元。而重点之一的鸭血也因长时间炖煮而吸附丰富汤汁，不但饱满且弹嫩滑溜。在看到厂商明确揭示的检验资讯，不难想见为何是深受网友信赖的明星商品。麻辣鸭血虽香辣带劲，但一锅之中总是同个风味，难未免会有腻口的时候，因此本款加入鸭血的好朋友臭豆腐为伴，再选以藤椒、辣椒、花椒等九种天然新香来源所熬制的麻辣汤底，不仅香气饱满且麻不辣喉，叫人食之畅快。由于本品的浓度适中，除可作为火锅汤底外，亦能以麻辣烫的方式呈现，搭配不同菜色或主食就是丰盛一餐。而且因为加热方式多元，就算只有微波炉也一样能快速上桌，零厨艺者大可放心选购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